我们从画面上就看出来，实在是局里面的同仁非常辛苦。那现在就是最高挑战就要开始，所以特别在这个时候到局里面来，给大家加油打气和鼓励感谢，就是希望路就这么一条，车子就只会多，人只会多，因此怎么样利用过去的经验预判会发生的种种情况，用最高的智慧能力跟努力，让人民尤其国人同胞来的游客能够安心开心，就是我们想要做到的。那本来我说、这个时间来会不会增加同仁的工作负担，但是说这一六一点来给大家感谢跟拜托，所以我是特别期待部长、他的局长还有所有同仁，大家一起来为我们国人同胞来的观光游客做最好的服务，让今年的过年大家真的是快快乐乐出门，平平安安回家。谢谢大家。